我们这个地方原来江伯，曾国江伯，就是这个码头，在沙滩子，原来这边非常繁华，把那个湖一死就不繁华了，就成那个长江古道了，这叫长江古道了。对，家乡好，就都好了，是不是？江苏是我们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江苏是多了很，那不是一点五，不过是江城，有时恨不得把北京城都会搞过来。这个天天是和一个叫周周的，原来是2008年兵灾，忙活接兵，兵灾之后受伤严重的两种小疼，就把他那里救，用他救治好的，救治好的他们就是专家和综合院的学生说的，就是能看能不能到网线的，就是把我们保护人到保护区的，看能不能到网线里搞个养殖，他们能够繁殖。江城很少，这个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这个东西，很小的时候听说过。它这个在长江里，它叫那个江珠子，它也老是跟着那个大船后头在跑，在起伏在走。老人家就说了，他有轮子骨好噻，就传下来的啦。别个一再一说，人家一说到我，你瞧人家江头没分了，是啊，就那么个话的，就那么句俗话。来了吗？对，快！姚市长。